这个戏痴，戏迷，戏疯子，谁说清楚？说清楚！他是只管唱戏啊！他们不管台下坐的什么人，什么阶级，他都卖力的唱，他玩命的唱，避重就轻。没有没有，你不老实！ 说不通，说不通，还想不通情，就叫他灭亡！灭亡！灭亡！抗日战争刚刚开始，他就给日本侵略者唱堂会，他就当了汉奸。 唱戏，给北平学员的反动头子唱戏，给资本家唱，给地痞流氓唱，给宪兵警察唱，他给大西坝袁世清唱。大唐同意！大西坝！还说，还有呢？还有！说说说！他抽大烟，他抽起大烟来没命，不知抽光了多少人劳动人民的血和汗。见见谁说你？ 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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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断臂颓垣，断小楼里，天凉丧尽，狼心狗肺，空上一张人皮了。自打你贴上这个女人，我就知道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你当今日小人作乱，祸从天降，不是，不对。 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、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报应。我早就不是东西了，连这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。那这惊喜他能不亡吗？能不亡吗？报应！ 就是他，他是什么人？我来告诉你们，他是什么人？臭婊子，淫妇，他是花满楼的头牌妓女潘金莲。刀他，就刀他，刀他呀！ 妓女，是不是？说，是。
你爱他吗？爱不爱？不爱，不爱他。真的不爱？真的不爱，真的，我不真的不爱他，我跟他划清界限。二少爷，你快开门！二少爷，快出去！我从此跟他划清界限了。他还在。